藏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叫 Hannah 昆凌。靠近一点。Hannah 昆凌。你叫 Hannah 昆凌。哇，那你为什么昆凌？哎，就姓昆呐、啊。昆汀·塔伦蒂诺那个昆吗？对对对。哇塞，叫昆是台湾人吗？母亲是台湾人。母亲是台湾人。台韩混血。母亲台韩。对，然后父亲澳洲人。父亲是澳洲人。哇塞，哇，那这是个混血而来的耶，才17岁，好漂亮哦，还在读女中呢，在读女中就被你挖来做什么？我们想，喂，总监，你告诉我们一下，请问一下，怎么我是坏人？没有，你到哪里挖到这个宝的？没有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微风的代言人，其实我每一年都会找，那其实对我来说就像在寻找宝物一样。那这位可爱的妹妹也是在看过很多很多可爱的小姐中，我一眼就找到他，一眼就看上他。我这样讲会不会？不会，就是你知道吗？就是以艺术的角度来讲，你看人总是不太一样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觉得他跟一般女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除了漂亮之外，我觉得他很甜。他很甜。然后我觉得他人缘也，他的那个脸缘很好。然后再来就是说他的造型很多变。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他是穿着制服来的，就是素颜像妹妹一样。我那时候还想说，哇，因为微风的风格都比较女生会比较性感一点，我还想说会不会有点困难？结果非常性感，好可爱。那爸爸在旁边会不会担心啊？爸爸，Do you worry about your daughter? Every day. Okay, yes, every day. 多少坏人要去面对？